间的密集训练，大家都辛苦了。我们许多的选手在四大运的赛场上都展现出坚强的实力。我们下次冬奥的鞍马银牌得主李志凯，他曾经在四大运连续拿下两项大赛的金牌，这一次他要挑战鞍马3.8。还有跆拳道的好手苏博雅也要挑战卫冕金牌。而在冬奥拿下柔道银牌的杨永伟，跆拳道铜牌的罗嘉良，也都将在这一次的四大运大展身手，赛的过程获取宝贵的经验，也期待大家将汗水转换成美好的果实。这一次的四大运，我们有210位选手参赛，各位都是最优秀的青年选手，也是这几年来我们培育选手扎根基层的成果。这趟旅程是各位选手运动生涯中的重要的阶段，也是为了挑战更高的国际舞台，像是巴黎奥运做好准备。1、2、3。